都在哪？哎，我刚才跟我表姐吃饭，听了好多内幕消息。说什么了？表姐说警察已经查出来了，凶手就是苏北。真假的？是真的。我表姐说，当晚有目击证人看见苏北跟郭小玲一起上了后山，他俩肯定有一个是凶手，要不然他们俩就是同谋。哎，警察审到半夜，苏北都认罪了，说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跟郭小玲没关系。天哪！哎，没想到苏北真的喜欢郭小玲啊！苏北不可能喜欢郭小玲。又不是我说的，是苏北自己说。他一个人干的，不想连累心爱的女人。我表姐说郭小玲都放出来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不是。知道。你怎么确定是郭小璐的？犯罪的心理分析是从行为中找答案。你试着分析分析。哎，首先，种种迹象表明凶手就是苏北，但是我觉得苏北不会用刀去划伤死者的脸，用泥土浇在裙子上，这是明显的嫉妒。分析其他三个学生的家境，我觉得霍小璐的嫌疑最大。当晚他跟死者在一起，如果死者约了苏北，他是很有可能知道的，而且他之后也没有时间证人。不错。没了。洗耳恭听，你还有多少发现？三点够不够？够了。第一点，距离。死者是被磕破喉咙，一刀毙命，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操作。首先，凶手并不是正面杀死的，因为这样动脉破裂的血液会喷满凶手的满脸满身，所以凶手是从背后近距离杀死他。当时的平台通话没有任何的遮拦，凶手是不可能悄悄地接近他，也就是说凶手和他坐得很近，他们一块坐在那个石头上，这就是距离的问题。人跟人之间交往的都会有一定的距离，在社交场所那么让人感觉到舒服的距离是0.6到1.2米的距离，0.6米以内呢，那就是亲密距离了。你和我现在就是亲密的距离。所以更有可能的是，死者和自己的闺蜜坐在一起，所以她才不会有任何的防备，有人从背后下手。第二。钱，霍小璐家境不好，需要这笔钱。你觉得我有可能做出这种类似猜测性的推理吗？嗯，你继续。你还记得阮明怀的死状吧？他斜躺在地上，血是向前喷射的，但他装钱的背包在他身后，即便是动脉出血，要蔓延到身后，甚至把他的背包还有钱全部染色。那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，可是我们找到钱的时候已经满是血迹了。所以钱是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被人拿走的，至少半个小时。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，凶手是一顿疯砍，杀毒就结束了，最多不超过5分钟。他没有理由在那边逗留半个小时，把他杀了之后然后才把钱拿走。所以拿走钱的人和杀人的人是两个人。第三，霍小璐的供词满满的破绽。走吧，让我们看看年纪这么轻的心理变态者是如何养成的。
是你杀的？苏北，你杀了人却让我承担罪责啊？不是，我把手机放在了魏思远的柜子里面，我以为警察会去抓他，警察也确实抓了他。他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杀了他？因为他总在我面前炫耀，他总是说你对他有多好，你们约会，你们，他居然还给我看你们两个在一起拍的照片。你是谁呀？我甚至都不认识你。你当然认识我，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，苏北。你真正喜欢的人，只能是我。你为什么要报警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所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一个杀人的变态的疯子！你明明也很讨厌他，你讨厌所有缠着你的女人，只有我默默的喜欢你，绝对不会缠着你。我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才清除掉他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清理他？想要杀掉那个蠢女，简直太简单了。明华，刚才苏北跟我说，他约你晚上10点老地方见。真的啊？哎，明华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呗。他们都出去了，以为我自己在宿舍里面睡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别告诉别人行吗？我保证肯定以后不再对他动心思了。
好朋友墙角的人是最可耻。杀了人之后，你清理了现场，然后一直躲在树林里，并没有离开。苏北，我看见你当时就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个蠢女人的尸体，然后就走了。你当时只有震惊，没有伤心。后来又回来拿了钱，我就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对的。你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你连夜处理了自己的血衣，将手机嫁祸给了魏思远，等着尸体被发现。接下来也就如你预期的一样。是魏思远吗？我以为他们抓了魏思远之后事情就结束了，可是只过了一天，他们就把人给放了。苏北，在所有女人当中，只有我是真的爱你，也只有我才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是都够爱他的，只是反而他一个都不爱。你胡说！他爱我，苏北，你爱我对不对？爱我。这两者必然联系吗？转过来我看看。没事就撞了一下。外伤导致额部软组织损伤，建议无菌条件下穿刺吸收血肿后加压包扎。需要我把导航设定到最近的医院吗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差点撞破头。这是意外。疼不疼啊？挺疼的。你忍着，回去我给你冰敷。嗯。来，把鞋脱了。外力导致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发生拉扯扭曲，导致皮下毛细血管破裂，建议立刻。好了 ，Andy， 这点小事我会处理的。相信我好吗？好的，郭先生。已经肿起来了，不过还好，没有你头上的犄角壮观。我会不会变傻啊？没关系啊，你变傻了有我吗？反正我智商180，你多一点少一点也没有差别。有你这么安慰人吗？
别找了，跟踪我的杀人魔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我可能是有些胡思乱想了。柏谨言，你已经抓到他了，你赢了。新的规则，以后查案时你必须要24小时寸步不离我身边。跟着你没有问题，前面一句说的是什么？一体。嗯，你才是一体。偷笑灭长金角。霍小璐的供词到底有什么破绽啊？记得王永威的遗书吗？嗯。我之所以认为遗书是真的，是因为真的书信才会有小毛病，还有漏洞，以及鲜明的个人文笔色彩。但是假的捏造起来往往简洁扼要严谨，还有滴水不漏。上一次是文字书写，这一次是直接口说，分析方法当然不同了。请赐教，请赐教。你这个 ET 啊，来地球之后要好好读书，这些都是基本的分析法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快讲。第一，引导人类记忆的是情感，而不是时间次序。如果今天你要向你朋友讲述你今天摔跤的经过，你会怎么说呢？嗯，我在被霍小璐追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摔得很疼，时间大概是9点多钟。停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当你回忆摔跤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整个事件里令你情感感触最深的部分。你是被霍小璐追疼，那是因为感情引导着你的记忆，而不是时间的顺序。好朋友被杀，对这些女孩的情感冲击应该非常的大，任何人回忆起都应该有强烈的感触，哪怕是对的警察。可霍小璐没有。9点左右的时候，我醒过来，看到宿舍里面所有人都不在。一直到了11点左右，小冉和英子他们两个前后只差了几分钟回来。11点半的时候，老师来查寝，我们替明怀打了掩护，然后就熄灯睡了。因为他的口供是按照时间顺序提前准备好的，所以他是在复述，并不是在回忆。第二，霍小璐的口供里充斥着大量的平淡的、
以及与主尸体无关的细节，因为说谎者会以为细节才显得真实，这会让他感觉安全。我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我喝了一杯红糖水就睡了。但按照我们刚才的结论，情感引领着记忆，面对情绪冲击如此大的一件事情，你会惦记着跟警察说泡了一杯红糖水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不说了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莫非又跟他有关系？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我很快会让你知道的。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已经沉迷，一天一天谁偷走生命。你快发现了，你做你的助手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。我觉得搬上来和我一块住吧。抱歉，我没兴趣。我要一个清新雅致的单间，两个人。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学校呢，我跟韩娟陪陪小冉。哦，中午回来吃饭吧。不了，我在食堂吃。好久没回来了，有点怀念。哦，锦瑶啊。嗯。没事，你睡吧啊。再见。简瑶呢？没跟来，不急于一时。你要干嘛？我爱上简瑶了。你终于发现了啊？早晚有区别吗？没有，早晚都是你的。祝贺你。谢谢。你打算怎么追他？我已经有计划。哎，先生你好，您需要点什么呀？现在买可以五折的。不需要折扣了，把花语的报给店员。啊，好。
白玫瑰呢代表期待与你的爱，红玫瑰呢代表我爱你，红蔷薇代表热恋，百合呢代表心心相印，然后那个薰衣草代表的是期待爱情，你看一下。我就要这个。哦，那是蝴蝶兰，它代表我爱你，幸福会向你飞来。您需要这个是吗？对。先生，您真有眼光。时候告诉我一声，我过来找你。嗯，我来给你电话。啊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瑶瑶昨天受了惊吓，我来安慰安慰她。怎么了？又有案子吗？没有。啊，没有就好。我们还说约了晚上去酒吧呢，对吧？瑶瑶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今晚我跟你们一块儿。交代吧，和薄教授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莫非今年就能喝你们的喜酒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心里只有工作。我预感你俩会很幸福。简洁啊，你怎么样？我早着呢，身在刑警队，
想找一个像你这样春心萌动的女孩也不容易啊。春心萌动？嗯哼。去。你不是说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你吗？这还不容易，试试他呗。咱俩唱唱双簧，刺激刺激他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个男人，都经不起刺激，尤其是像罗教授这样自负的。嗯？我不要。就算能逼他说出真心，我也不想刺激他，我也不想让他有一点点那么自在。你怎么能对他温柔成这个样子啊？真的不用。你怕什么？我还能害你啊？你的幸福最重要。我知道。喝点什么？一杯玛格丽特。我来一打啤酒。啊，那女士您喝点什么？跟我一样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老耀从小就是千杯不醉，一小杯鸡尾酒对于他来说太不带劲了。去你！我今天就喝啤酒，啤酒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静言。我可以叫你金言吗？只要你喜欢，叫我什么都可以。金言，我从第一天认识你，就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就像沉进了深深的湖水里。我一直努力地克制我自己，告诉自己那只是单纯的惊讶和崇拜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想再骗我自己了。我的心已经为你沉沦了几年。来，嘿嘿，啊，老杨，可以了。怎么总说来？我口渴，我给你的，喝。你不陪我一个吗？我不陪了。你不上游乐园？你要是请我去的话呢，得考虑一下。那我现在非常真诚的邀请你，对吧？遵命。再见。他会唱歌吗？他唱的非常好。你不唱歌吗？我为什么要唱歌？你笑什么？没事儿。我看看。不行。我看。不行。下面这首歌，我要献给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以及他的朋友，祝他们幸福，也祝全场所有的朋友都幸福。这个碍眼的路人甲终于说了句顺耳的话。是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不必。
轻，放弃会比拥有更近。可是我已经沉溺，一天一天，谁偷走生命的痕迹？请你伴我去，谁会伴我去？去到刹那清风里，今夜星光不离，我在约定之地，等待你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证明，一千万颗心一心都为你，与你长路共相依。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想找到你，天天念念你守护生命的踪迹。请你带我去，说好不分离，去到无穷世界里。星光不离，我站在约定之地，等待你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证明，一生一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今生共相依。